看讲，这家己的命局是天牛独坐，天机星甲古门星落伫个夫妻宫的啦。天机星是多变化，古门星是多是非啊，这对你婚姻生活吼，较无好的影响啦。这是紫微斗数中较不利婚姻的位置啦，还是讲吼？家己这个命宫是贵人星啦，以本命对当第一人命，照这个命格甲看见啦，甲带起来，我那是感官会点到红色，帮助家庭啦。有人只有向你提出要离婚的代志啊。这件代志我本来想讲要找一个机会好好甲你讲，想袂到我的后生竟然先替我放出风声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敢会当无甲我讲啊？碧华，既然讲你即摆已经知影，我想讲要听看卖你的意见。人伫咧讲，事有轻重缓急，人有先来后到。管安怎讲，我也是爱叫老爷应一声大姐。对你来讲，我排第二，嘛是因为我这第二的身份，所以我无方便对大姐的代志发表任何意见。先来嘛会离开。慢来嘛，无一定讲免做第一。丽华，你伫我心目中的地位，敢讲你即马搁咧怀疑？我唔是怀疑啦，我只是无想要予人讲闲话话啊。也毋过，你的心肝内应该有一支尺，知影安怎决定才对啊。我的意思并免做决定啦，卡匠的意思才能决定一切。我即马去找卡匠参详，听看卖伊的意思。请你马上去哩。哦，好。安尼，美华，咱两人做伙去哩。我顺便甲卡匠提起，玉英要离婚这件代志。爸，你拄则讲啥？我敢有听唔对？你讲你要甲大妈离婚？是阁安怎？那真正是，我甲你拍婆啊！志涵，莫胡白乱讲话啦。我哪有乱讲话？我讲的是我心肝想要讲的话，嘛是你甲爸爸想要听的话啊。志涵。好啦，你就乖乖伫咧遮等你二兄，其他哦，莫加讲。我才无想要伫遮，我嘛想要知影阿妈是毋是答应。阿妈若是反对，我会当倒三工苦劝伊，叫伊支持咱大家。志涵，你莫阁闹啊！叫你踮遮等，你就乖乖踮遮等。若是真正有需要，会叫你去楼顶发表你的意见。丽华，赶紧起来。卡姐，我你变是要创啥啦？卡姐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啦，我着顺续缀美华做伙起来。有代志卡毋知来找我，我即马有真重个代志要甲美华参详。是卡姐，无你慢慢来讲。美华，你顶个甲我讲，家己个生辰日月是？1978年7月7日，早时啊10点生的。嗯，紫微斗数表帮我摆好啊啦。哦，卡匠，你感觉安怎？你也看讲，这家己的命宫是天牛独坐，天机星甲古门星落伫个夫妻宫的啦。天机星是多变化，古门星是多是非啊，这对你婚姻生活吼，较无好个影响。这是紫微斗数中较不利婚姻的位置啦，还是讲吼，家己这个命宫是贵人星啦，以本命对当第一人命，照这个命格甲看见啦，甲带起来，我那是感官会点到红色，帮助家庭啦。哦，啊那安尼，伊甲其中够适合吧？伫紫微斗数贵人两个袂合咧，袂合。嗯。啊，是安怎讲啦？四中破军师是正将啊，啊，勇猛好斗啊，定定嘛高军奋战啊。家己的天机星诸变化，定性不足，加上伊的古门星多是非，波折不断，所以这破军师家己伫拍拼的时阵，这两粒星伫个后面制造麻烦。安尼结果咧，一定是一败涂地，兵败如山倒。
那安尼家己这世人，你都注定无法度做我的媳妇啊！美华，你先免着急啦。这紫微斗数的命格，就是敢参照天公伯给咱一台车。假使讲你命若较好，伊就给你一台面子；命若较歹，就配在中古车给你。啊，看啥物人讲开这台车开了会顺，唔是讲看在车身好歹呢，都爱看讲开车的人是毋是开了会顺手。既然我较算会出伊的劫数，我一定找会出破解方法。请卡讲仔细。虽然讲伊的命盘看起来是无适合，也毋过伫个夫妻间，我看到讲因有共同的优点，就是因会当为着另外一半有真强的责任感甲正义感，伊真讲道理。袂追求过去，假使讲结婚以前，若加一寡时间，互因互相了解因的个性甲脾气，安尼伊就当避免一时的冲动来分开。那安尼，因就当用事业来做人生的目标，互相打拼，互相奋斗，慢慢啊培养感情，慢慢啊变成人生旅途的伴侣。嗯，卡酱，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啊。那安尼，我头一步要做的，都是尽量让伊有空间相处，有时间了解，这无问题，我会当来安排。人讲吼，有心磨铁，铁成针。你若真是这有心，想要家己做你的媳妇，我想天公伯一定跟你斗三工啦。我嘛希望是安尼。这件代志甲你参详了后，我还用放心啊啦。讲实在，我嘛真介介做阿顺媳妇，阿是讲平村平，唔知有啥物意见。卡匠，连顺讲哦，这款查某人的代志，咱做决定就好，伊拢无意见啦。哦，做老爸无意见，那你做老母就赶紧进行。